2015亲情中华欢聚纽约大型新春文艺晚会将于2月13日晚在 NYC Town Hall 举行。亲情中华欢聚纽约新春文艺晚会是由中国侨联主办，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承办，以中国杂技为主体的综合性文艺晚会。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希望联手大纽约地区众多华侨社团、留学生组织、少数民族侨胞、专业人士组织、工商团体、商家企业、艺术界精英等共同主持此次大型文艺演出。在筹备程中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20多家、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这些机构组织来参与和支持这次晚会，所以呢，相信这次呢，我们能够凝聚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来为纽约地区的华人华侨和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这个美国各族裔的朋友们献上一场精美绝伦的文艺演出，也通过这台晚会呢，给很多热爱中华文化的美国朋友提供一个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观赏中国杂技的一个宝贵的机会。